点进来之后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太响，你就点两下，咚咚，有没有？它就在你可视范围里面的，好，手点两下。好，我现在用这个太阳在这边，这个影格其实蛮长的，好，蛮长的，因为这个变化比较长，就点到它，那条导引线是不是这个？点下去。那你要画一个这个，这样好不好画？如果你觉得不好画，可不可以用圆？圆再把下面裁掉就好了，也可以啊，哦，不一定说一定要用这个背直曲线嘛，因为你这样在绕的时候不好绕，你就用圆的。那我用圆，我就不要填色，不要是无色在这里，这里有线条的，我用蓝色的看得比较清楚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就画一个，你可以由中心点往外，按住 Alt 对不对？要正圆是不是按 Shift？那这个应该是不用正圆了，这样就好，有没有？好啊，等一下哈，哎，这个它如果出现这样没关系，你到发布设定这边改一下，因为我们在发布的时候可以设定说我要发布成什么样的版本。好，因为 Flash 现在版本是不是很多？哎，那你可以把它变到 Flash 8，就是进到这个发布设定的 Flash 这边版本在这里。好，那这样确定就好，不用发布哈，确定就好。OK 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还记得我们讲过 Flash 的这个形状不是有一个特性吗？当我这样选过去的话，是不是下面就会被选到，delete 就裁切掉了？对，但是我现在只要导引线，对不对？它有一个特性，它会跨图层，有没有？我这样框过去，是不是所有图层都会被选到？如果你不希望怎么办？把其他人是不是锁起来？那你要如果万一像我这种图层很多的，你要一个一个锁，是不是很麻烦？所以它有个比较快的，在上面按右键，有没有叫做锁定其他图层？这样就只有别人会锁起来，他不会锁。好，就在这个上面按右键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再来选一次哦，你看下面选起来，有没有发现只有选到它，我就 delete，这样你线是不是就好了？至于线的粗细啦、颜色有没有差？没有差，因为这个导引线它事实上不会出去的，好，真正发布的时候是不会出去，所以我现在第一格，我现在就把线锁起来，剩下太阳打开，好，太阳打开，我点到它第一格中心点右下角吸上来，好，到最后一点插入关键影格，再把它移到这边来，这样是不是就 OK 了？中间任意格产生所谓的移动补间动画，那么转几圈就由这边来决定，这样 OK 吗？哦，整数记得这边的圈数是整数圈，如果你要有非整数圈的，由谁来决定？由这个，好，0到360度用左上角这个变形工具，整数的是用刚刚那个，好，变形里面，这样这个就完成了，这就 OK 了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看怎么调渐层，哦，渐层比较重要哈。来，画面还给你，渐层怎么调？你看看右手边，你要把这个面板选一下，好，打开，有看到？那预设的话，它是在纯色这里，好，就是这边。不过要注意一下哦，我现在选到的是谁？这两个，你进到颜色这边，预设是不是进在线条的颜色？你要设的是不是？有系统的，好，所以要是麻烦你进来之后点一下有系统，OK 吗？好，那这里你把它改成线性的，我们就是上下的，哈，线性的。好，你有发现这个看起来好熟悉哦，因为你需要就点一下，不要就拿掉，是不是都跟我们以牙吹的 Photoshop 都一样？好，那你现在呢就把你的颜色把它设上去，比如说我点到它，你可以发现这边。它的箭头是不是就长得更加不一样？箭头这里有没有表示你在设定这个颜色哈？好，点到它之后，你去设它的颜色是什么？你可以从这边选，比如说我要橘，稍微橘色的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我看橘色到白色，好，那这个白色我就拉后面一点，这个我丢掉，这个我把它丢掉。好，那最后这个好。我看一下，我先拿掉这个好了嘞。好，
就这样子。那么我现在我们就来后面，我们的天色是不是最下面这一层？好，最下面这一层，所以我现在呢，来看看，好，比如说到这里好了，点一下，一样，是不是要插入关键影格？插入关键影格之后，我们来这边再改，把它拿掉哈，我这边就很单纯的，这里。这样变白一点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现在就会由这边，然后慢慢的怎么样变来？那中间我这个没有做动，就是不用做什么移动啊，只有单纯的颜色变化。所以我点到中间，是有一个形状补正动画，它就会自动帮你把那个颜色转换过去。这样可以吗？那么你其他后面是都一样，好，可以继续做下去。那我把画面先还给你喽。这样子，我假设这个渐层，诶，我调了喜欢了，那我就把它留下。你从右上角这边有没有叫增加色票？有点像我们在以达吹那种感觉。你可以把你调好颜色，只是以达吹它自动增加到色票里面去。好，增加色票，所以你到右手边颜色色票，有没有发现多了一个这里？这我拉开一点点。有发现这里又多一个了，渐层进来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就是说你如果在那边调好了，那么下次我要再用，比如说我在这边，我先插入关键一个，我可能在这里我就可以直接套用我的渐层，比如说这一个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套进去了。好，你就不用再设一次，比如说我要这一个，所以我在这边的话。从这边到这里是这样，到这里是不是就变了？点到中间，形状不变动啊，它就会自动再把你转换过去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不要先选到它，你直接在这边把所有的颜色渐层都调好，都增加到色票里面，待会增加关键格之后，是不是就一个一个套就好了？这样也是可以。反正方法有很多种，那你最主要是说你要知道这个怎么稍微操作一下。好，那我把画面还给你。